大家好，今天在9650有一个美国中医研究会，有个义诊活动，中医义诊活动。今天是有飓风登陆啊，从圣地亚哥，从墨西哥，在墨西哥飓风名字叫做希拉里，在墨西哥那边就登陆了，所以今天是有雨啊。我们过来看一下，因为他这个中医这个义诊活动是早就定下来的日期啊，所以1点钟开始，然后到晚上的6点钟结束。这边是停车场，大家把车可以停到这边，然后我们加州联谊会的朋友也是会赶来啊，然后这边有保安可以 go。 这是 AATCM 义诊活动的门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义工了，每次都能看到徐义工。我们三公子，三公子是哪个？好。他这个换成别人就进来。现在是1点开始，我们看看，这是会场，大家在布置会场，然后这边是可以登记啊，可以在这签名的。啊，对，您好，等一下啊，这义工年龄有点小啊，坐这边，看这边，我们看看这，然后看一下，然后这边是有这个活动，就是AATCM 美国中医科学院的义诊服务活动，在2023年的8月20号周日上午1点到6点，现在报名可以参加了。今天来参加的都是比较有诚意的，冒雨来参加的比较好啊。好，感谢您的订阅，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谢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这是张向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洛杉矶地区的埃尔蒙迪给您带来报道，拜拜。